气候变迁，全球都推动绿色金融发展，绿色债券就是其中之一。企业发行绿色债券所得是要为环保效益项目提供融资，包括可再生能源、能源效益和适应气候变化等等。同一般发债一样，发债主体可以是政府、政策性银行或者私人企业，机构需要在一定年期之内偿还本金和利息回报。2017年，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额度1555亿美元，创新高，升幅78%，涉及超过1500宗，最大的单一发债规模超过100亿美元。今年首季，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额度258亿美元，相当于去年全年的16%。气候债券倡议组织预期，今年全年绿色债券发债规模2500亿至3000亿美元，即是按年升最多92%。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，香港是亚洲除日本之外第三大债券市场，仅次于内地和南韩。不过在绿色金融的发展，不少分析就批评香港起步迟。为了推动发展，政府计划发行1000亿的绿色债券，为政府绿色公务项目提供资金，亦都会设立绿色债券资助计划，向合资格的发债体提供资助。至今本港有16宗绿色债券发行，涉及68亿美元。其中包括港铁，2016年11月，港铁发行6亿美元的10年期绿色债券，评为当年亚洲区最佳绿色债券。当中28%的资金投资兴建观塘线沿线，余额投资南港岛线东段，估计每年分别减少大约19000公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量，亦都可以舒缓交通挤塞，减轻空气污染。其中南港岛线东段亦都有能源储存系统，可以节省用电。除了被评为低碳运输项目，亦都是一个能源效益投资类别。另外，领展和太古地产就先后发行了绿色债券，推动绿色建筑和能源效益等等。绿色债券市场急速发展，但是什么是真绿色的项目呢？好似内地的指引，绿色项目包括煤炭和石油清洁高效利用，和燃煤厂低排放技术等等。不过环保团体质疑，这些从事高排放业务的企业进行绿色项目，不应该视作环保项目。统一规范并非一朝一夕的事，但肯定对绿色金融发展有利而无害。各地政府和相关机构应该好好商议，等绿色金融得到更好的发展。